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27日公视台记台一播新闻。咱先来关心今日咱国新增加14宗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其中13个是对印尼过来的外国劳工。昨台北地检署去搜查劳动部一个公务人员的徛家，因为当事人牵涉到用劳动基金炒股票。卫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险会今日讨论健保费敢有要起，经过3点外钟，委员嘛是无共识。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今日国内做一个新增加14宗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其中13个是对印尼过来女性的外国劳工，佮另外一个是按美国倒转来咱的国民。佮有几日前，英国一间药厂公布，因含 Oxford 大学合作研究一支武汉肺炎的预防针，防护率有70%。不过也有专家咧质问讲，临床试验的过程无够照期工。佮有就是欧洲人民这边照看也等就袂到。澳洲的民众就通有武汉肺炎的预防针，挺好做了。做药的公司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合作研发预防新冠病毒的牛津疫苗，效果安怎引起外界的疑虑？这个药厂23表示，疫苗平均70%有效，若是先做半冬，再去做一冬，效果会达到90%。要若这是因为试验的过程当中做的量有突出，意外得到的结果，而且为做无同剂量的组合并得到平均有效率的做法，嘛无一定会当真正真做反映疫苗的效果。部分的专家指讲，这个研究的结果真有问题，偏离临床试验的标准。可能因为安尼，会延迟这个疫苗在欧洲甲美国得到批准的时程。阿斯特捷利康的执行长索西欧26表示，考虑阁进行另外一项全球的试验来评估疫苗的效果。最近研发新冠疫苗的公司小连锁传出好消息，后面27个新冠国的民众可能会当在元旦节进前注射疫苗。在法国戴高乐机场的货运专区，物流甲航空公司的业者是真拍拼咧准备疫苗上市了后各种运送的工课。空运中心的主任表示，收到来停书，甲今年3月份到7月份，135架飞龙机运送56,000吨的水氨，甲医疗器材的状况是真类似。Es kann sein, dass vor Weihnachten noch Impfstoffe eintreffen.Und wir haben verabredet, dass diese Impfstoffe dann den Menschen angeboten werden, die im medizinischen, pflegerischen Bereich arbeiten und dort die ersten Zugriff darauf haben. Ich glaube, das entspricht auch dem Risiko, dass diese Menschen eingehen werden. Aber sofort. Und ich hoffe, viele machen das. Denn ansonsten könnten wir nächstes Jahr.Nicht wieder eine Asienreise antreten. 在街路访问德国的民众，大部分是倾向愿意注疫苗，但都是无咧烦恼讲疫苗长期可能造成的风险。不过，也有小儿科的医生表示，即马可能上市的疫苗，大部分主要是预防轻症，也若敢是会当预防肺炎等等的重症，也阁唔知，因为安尼对疫苗的效果，也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昨台北地检署去搜查劳动部内底一个进前伫劳动基金运用局迄个部门咧做组长的公务人员徛家，原因就是当事人可能有通透外人运用劳动基金去捧一支上贵的股票。总是柯明春部长也表示，要振动劳动基金去投资，事实毋是干那一个组长就通决定的咧。有话要说吗？请白虾子的就是劳动部劳金局过来投资做新议会前组长，涉嫌接受监管业者的招待了。在今年7、8月，委托监管公司用劳动基金口座来的钱，查某一间公司的股票。北京一个地方指挥廉政署所查新议会前组长伊的徛家顶三个所在，也约谈伊四等的看守交换。在新楼今日透早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政府基金内面传出有内部人员炒股票，劳动部长柯明春讲，劳动基金的投资拢有机制，不是一个组长就能操控决定一切。他主要是买新贵的股票，啊，那这部分我们已经做行政惩处，劳动基金的投资我们都有很严谨的机制，啊，不是一个组长哈，他可以去操控决定。劳动基金是劳保劳退等基金组成。在今年11月初，劳金局公布，一直到9月底上升的投资收益，本来到8月底累计收益也共超过771亿，严格9月一个月就了749亿。在今年累计收益只干那剩22.4亿，这种情形引起劳动部的注意，开始调查，查出信义委组长在上班时间买股票，该调职记过处分，可能涉及到其他不法的情形，是通报廉政署。查出信义委组长接受业者的招待，在7、8月用劳动基金炒股票。
另外也发现，新一位前组长一个月薪水10万块，严格自2012年交给到今年交给，平均每个月信用卡支出15万到22万，开加赚的倒袂下。而且伫咧八年之间，伊口袋内面前前后后总共有加900万的不明现金，敢那是汇扣，伊也讲袂清楚为什么家己的钱愈开愈多。北京伫咧地人指挥廉政署所在县议会前组长的徛家顶三个所在，约谈伊家四代的牵手到案。目前三大政府基金的规模，以独龙基金4.4亿上最，国民年金保险基金加公务人员退休基金分别是3900万亿甲6000万亿。陆金局也讲会研究防备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10点，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经过执政党的维护下，总也行去到立法院的台顶报告施政。啊，不过国民党这边民有员抗议讲，立法院尤锡坤院长无照程序行，甚至搁连规趟规趟台好的台北来，因都赶入去国会内底大下倒落去。啊，台湾民众党这边是批评两党无相让，已经签到700多项法案了。要求院会立即进行。喇叭声甲分别的声，伫个议场内底是真大声。国民党团党员做伙穿乌衫，踮伫个议场的中央。第13届组党行政院长苏贞昌做施政报告，噪音连连，连官员都拢挡袂牢，甲耳孔嗡掉咧。我们阻挡的就只有一个，叫做苏贞昌院长上台施政报告这件事。10:01，行政院长苏贞昌出现伫个议场，立法院长尤锡坤坐起伫主席台，宣读院会开始。因为不满尤锡坤跳过国事论坛，嘛无处理国民党团提出停诉的问题，国民党大声喊停诉违法。10:18，苏贞昌伫个民进党立委的保护之下上台报告，国民党立委一困头撞过去，那也立委是赶一趟一趟的台北来，直接倒伫个报告的台顶，扑甲规涂骹，议场规是变甲乱糟糟。请大家冷静，国民党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当全世界已有超过6000万人确诊5万位员。苏贞昌伫个规涂骹的台北内，还阁有调查立委吵吵闹闹的情形当中，伫个做施政报告，5分钟内赶紧报告煞。也人吴炳瑞，还阁有郑正乾，两个人是起骹动手咧相拍。基进党的立委陈柏惟，和几个国民党的立委包围掉的，场面是真惊人。我们今天一定要让院长可以上台报告，可以让我们的委员可以质询。也那民众党是伫个场外批评拿着两党，假组党报告伫个放水，因为国民党已经连续组党13届，立法院内底有700多项错。还阁卡掉咧，无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国民党搁再质问行政院，讲若要派人去美国探看肉品工厂的卫生，敢是都要连过去已经许可的遐旧厂拢总查咧？啊，阁有进口的货品分类的偏好，嘛着要单独列出有用到正肉种的猪肉、鸡肉。是讲经济部王美花部长嘛讲，早前马英九总统开放有落到正肉种的牛肉的时阵，迄当时嘛毋捌安尼办。韩来自美国毒品在明年1月要进口，面对各界质疑的声音，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宣布来都进口5大管制措施，包括去美国茶厂每一批拢查验，新增加货号清楚标示，也阁严格稽查。严格国民党批评这5大措施是5大骗局，民众党团也讲政策只干那做半套。已经进口的肉品厂商不用查。在欺骗人民。民众要知道的是，他吃到的猪肉到底有没有来剂？该标的你不标。我们明明讲的是真劣来剂的货哈，他给我们鱼目混珠，说他增加了22项部位的这个。括号，请问他是听不懂国语是不是？在野党批评行政院话唔着重点，针对韩来制肉品增列货号，则是回应民意。经济部长王美花立即强调，在国际上无这种做法。当初前总统马英九开放美国进口时阵，也无就来制增订货号。针对有来剂的猪肉，要增订货号。那这个部分是不可行的啦，加了什么添加剂要增加一个货号，那这个国际上也没有这样在做哈，那这样做其实也会有违反 WTO。卫生部长陈时中是讲，会就查酒料搁再进口，继续跟美国方面做经济谈判。基本的立场已经定掉了，
他继续跟美方持续谈，我想持续在经贸这边还是会持续的谈判。消基会董事长欧怡婷也认为，行政院的五大措施是了人力加表示费用，建议政府组一个无形来者宣达团，并且将相关经费转做对美国农民宣导无使用来者奖励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11月24日，蔡英文总统才去到高雄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主持本国家己生产畅水舰开工的典礼。上昨讲，过冬工造船公司内底另外一大咧生产货柜船的工厂，煞发生瓦斯爆炸，造成一个工人不幸，另外一个着重伤。那高雄市道当局也已经下令停工，要来查明详细了。台船公司二是正伫咧高雄厂办江南国造开工典礼，总统蔡英文也特别落南亲自主持。因过过冬工就发生工业意外，两个工人伫咧船舱内做电烧的工作，不明原因发生起爆，其中一个人头受伤，送医了救未倒；另外一个是规身躯60%受伤。高雄市劳工局已经下令现场停工做劳检，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基本上那个不是气爆，不是爆炸，那个是我们船上局部的空间哈，它大概不知道，我们目前还在查，就是有所谓的闪燃呐哈。是潜舰吗？不是商船。台船也澄清，发生工安事故的船是阳明海军委托建造的货柜轮，对整体工程的静电影响有限，也强调跟江南工作无关系，希望唔通搁再传不实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几项警方的消息。刑事局查到经过空运走私大批毒品原料的案件，歹徒是对中国深圳经过香港，用假服装入境的名义报关，事实是运700公斤制造毒品 ketamine 的原料入来桃园机场。加在警方和海关的人员已经锁定那台来接货的发财车，才有通抓出财证。那在这一部小货车上面查获的四级毒品Mbark， 然后 Ketamine， 总共有700公斤之多啊！那这个是近期查获空运毒品的最大量。刑事局的人员表示，这边查到700公斤毒品的原料，那经过炼制，会当生产出将近300公斤的 Ketamine。因为警方已经有台生接到线报，锁定一只去机场的货柜载货的发财车，才有通现场查出近来上届大批空运走私的毒品原料。打抓到四名嫌疑犯，还会继续追查幕后的主谋。再来讲，桃园孤山分局才查到利用电话诱拐中国香港甲澳门的受害者，今仔投资股票，事实是诈骗金钱，一大歹徒的招窟。现场抓到11个嫌疑犯，也扣押大批证据。警察大学的教授嘛提醒讲，诈骗集团拢会挖社会当咧发生的事件来制造话题，通好争取受害者的信任，民众确实得爱提高警戒。都不要动！桃园孤山分局查到两华电信诈欺机房，藏在出租的公寓内面，以假投资股票机会骗大陆港澳地区的被害人投资，搁再骗讲投资失败，钱拢假掉去。现场抓到11个人，一个真侪用来诈骗的笔记型电脑、手机啊，一个3台保时捷车。历经半个月的搜证及监控，发现该集团将成员集中管理，11住行均由干部统一打理，且干部皆以百万名车代步。本案于搜证完备后，执行攻坚与搜索。警方讲，专案伫讯问了依照组织犯罪、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现在诈骗集团就是聪明了，他们都会与时俱进，那大家就要看看现在社会流行什么，大家要关心的议题，他们的诈骗的手法会更加更进步。在最近全世界股市正烈，真侪人想要用投资赚钱，就容易被人骗。经台教授林武顺讲，犯罪对象拢是依照现住时上行的情形来设法骗受害者。像最近全世界疫情流行，民众的惊吓或者是政府的相关补助，拢可能是诈骗的补助，民众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国际，来讲出身阿根廷之国，世界出名的卡球选手 Diego Maradona 在11月25日过往了后，随着打烫受败，台前有点阿根廷总统府天官，几落千名的球迷也去现场追思。总统阁宣布全国致哀三日。到到昨晚，阿妈灵车已经驶入和平花园迄搭墓地，Maradona 也含伊的乡亲安葬伫咧同一搭所在了。马拉多纳灵车伫一日啦，维阿玛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教会和平会堂，伊发言人桑奇表示，马拉多纳乡亲也待伫遮，因为有警方的管制，真侪球迷甲连到墓园的入口都停落来。Cuando la gente no tiene para comer, él le da alegría。进前马拉多纳停关伫个总统府玫瑰宫，数千球迷去做最后的告别。一名女警被排队等待的球迷拍伤，玫瑰宫开放吊唁的时间是原本到一日到下晡4点，不少球迷看到时间特别到啊，可能未赴甲马拉多纳讲再见，开始暴动。进步警察伫玫瑰宫外口几啊摆鸣枪示警，各制出水条爱大家冷静，最后伫协调之下，才将时间延到每暗7点。总统费兰德兹伫伊个官帽顶冠，看红色十岁球衫，有一外号是用名甲即个背号结合成 D10S。在西班牙文的意思是上帝。如今马拉多纳离开，落后梅西再来阿根廷后代球星，是真歹超过上帝障碍。Je voudrais que la FIFA laisse tomber le numéro 10 pour tous les compétitions, tous les équipes. Je pense que c'est le plus beau hommage qu'on peut payer à le meilleur joueur de toute l'histoire.马拉多纳是第二个心脏病过身顶下全球，阿根廷全国拢真悲痛。这位传奇的球星领阿根廷在1986年摕世界卡球冠军，不过成名了后沉迷酒色，生涯开始乱糟糟。当算是安尼，依然是阿根廷球迷心目中跨世纪的伟大国卡。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美国纽约家大型的百货公司 Macy's。当年都会举办感恩节游街，本地拢有几落百万人出来行。今年参加的人员限制甲剩一成，民众只有是看电视转播，体会节日的气氛。因为感恩节确实是美国人传统重要的日子，估计会有超过100万人坐飞机倒转去故乡团圆，但小微病情的风险恐惊也会增加。纽约曼哈顿34街，路位拢无人的情形，可能会成做大家期待另类奇迹。感恩节大游行被呈现出往年所无的狂热版，4公里游行队伍缩在成做一个街区，而且被封锁。往年有350万人来看的情形无啊，而且闹热的大气球慢慢刷顶人的情形，怎么只个人对电视看转播？大气球也是固定在车顶头，无人伫咧操作。真侪表演拢是演员伫咧家己工作的所在先娱乐，降低传染的风险。前一暗大气球长期活动也取消。What we really need right now is a little bit of hope and a little bit of entertainment and relief from what we're going through.感恩节是美国人正重视的重大节日，甚至是上大假期之一。庆祝秋季丰收，也是甲真正朋友做阵团圆的日子。因故今年有真侪人爱伫咧边过节，有一个人已经失去亲友。美国2月通报的大疫记录超过8.9万例，二是通报一天的死亡人数就超过2000，是5月以来新高。It's crazy, but it's definitely a thing. It's definitely getting worse, and I think people are just really tired. 专家警告讲，感恩节假期可能会出现防疫浪潮，和已经正严重的疫情更加严重。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讲，27日会有超过100万人伫咧全美国各地坐飞机旅行。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10年前，中东的国家伊朗家，一个本地拢徛舞台顶，生作水款体材又阁好个 model。离婚了后，煞去予大官判流刑，致使两眼失明。经过38次整形美容的手术，如今才阁再有勇气踏出来面对社会。啊，迄个受害者提醒伊朗的政府，对出手判人流刑的凶犯，确实着爱加重刑罚。马素梅予人判流刑费用进前是正水个 model。因过10年前，伊离婚了，和大家判流刑，包括面、身体、手，拢被流刑烧甲正严重，目睭也看无。迄当阵伊有2年的时间唔敢出门，有当多的抑郁症。因过伊也是正爱马道的工作，怎么专门替伊弄个传统服装代言？
این کار بیشتر جنبه سمبولیک داشت، این که ما نشون بدیم که یک مدل بر اساس اون شاخصه هایی که چیده شده توی ذهن آدم ها نیست، میتونه متفاوت باشه. یک زیبایی فقط توی ظاهر نیست. اگر که یکی وی نبی دیان شنگا زیان دیلی گیان داو جنگ ایدی در خی ران زو سان دا بوی بین دی مین بوی جنگ جنگ چو زد要开一年时间到美国治疗目睭，希望会当搁再看会到。不过真可惜，目睭的手术无成功。不过马苏美决定买个美的口，要勇敢地讲出家己的遭遇，也呼吁政府对加害者加重刑罚。نمیشه یه دلیل خاصی واسه این اسید پاشی رو در نظر گرفت، چون دلایل مختلفی داره. اما بیشترین درصدش مربوط به کسایی میشه که یا از همسرشون جدا شدن. یا به شخصی که بهشون علاقه داشته نگفتن و این احساس مالکیته که توی بخش زیادی از مردای ایرانی وجود داره نسبت به اون شخصی که دی گونی لگه ای لان زن سن تنگوی دی خواد دی پوان سن ای لان شان دن ای لان چو سی هین ما سو می جن دا گه یا شو دی خواد دی زی چای گیان گوی لین سن گو دی ما سو می ای گین وان لیان دی خان这么一样，开阔平静的心情，面对一切，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等等啊，关心国内一波上最新的消息，全民健保的财务一直在塌，照看到到明年的年尾，上无都要有保持一月日的安全准备金，恐惊也做未到。卫生福利部所召集的全民健康保险会，今日开临时会，讨论健保费到何要去。其中一个委员临开会之前，就开声问讲证人要互相参详甲理解。我们也期待这个临时会在今天所有的委员会达成共识。我是健保委员，我也希望说讨论的方案对药师有利，但也不能说只有考量我们药师的立场，没有考量整个普罗大众的想法。有可能啊，有点大。怎么说？是因为跟上次比起来，是已经有做准备了，对不对？对，因为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会议中有委员认为，讲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传染症，各行各业经营拢真歹，保险费呐，当然要起嘛，唔通调整伤济。总是经过三点外钟激烈讨论，每次有证人嘛是无法度达成共识。但全民健康保险会会甲起4.97%，啊，佮有起5.47%即坎两条案，做伙送去到卫生福利部，明年正月进前才来裁决。佮来讲，有诶长期倒伫咧眠床顶，需要人规日垫地诶患者，真侪家庭拢会聘请外国籍诶看护工来照顾。但卫生福利部含劳动部已经放令规定。过来，当那看护工休假，家属就会当直接申请喘息的服务，啊，就是由政府指派照顾服务员暂时退休。新制度12月起行，按算会当帮助到21万的家庭。有一寡长期倒伫床，也是重度失能的人，会请外国籍看护日夜照顾。万一外国籍看护需要请假，也是回乡探亲的时阵，大部分是由家属家己请假来顾，也是找人协助照顾。按个为后个月12月1日开始，也是聘请外国籍看护工的家庭，当看护工请假，安尼就会当加当照2.0同款，申请休喘照顾服务。我们的照顾服务员的人数，那非常快速的增加，不管是在居家、社区，或者是说在机构里面服务的照顾员。卫福部表示，为即马即个法令规定，外国籍看护请假超过30天，才会当申请休喘服务。为着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即个照顾压力加负担，为后个月开始，每个有30天的空窗期，只要看护请假，都会当申请休喘服务，而且可以当申请专业的服务、交通接送、辅具服务、主题无障碍环境改善、到处洗浴车服务，即系多元长照服务。适用的对象是长照评估第二至第八级失能的人，大约有21万的家庭会得到好处。2到8级就是所谓的失能，从轻度到中度。那一级的部分的话，就是没有失能。卫福部强调，长照2.0休喘服务给付，会依照失能等级，也加个案经济条件，让每一个人每年无同的休喘服务额度，那就是加收入后，政府的专业负担。新制上路了后，预估增加3.6亿的支出，会加劳动部各支付一半。记者综合报道。
看顾老大人也得爱照顾幼婴啊。考试院下底传事部计划要修改法律，加开放有生到第三胎的公务人员，一月日会当请七天家庭的照护假，通好减轻手面趁食这些基层的人员生活的压力。啊，望讲带动民间尽量来改善就业的环境，让少年人肯加生个囝儿。台湾的生育率是真低，专属部按算说法，由政府带头要甲公务员为着幼囝、老职务暂停薪水的这个条件放零。公务人员若生第三胎，未来就有机会通休家庭照顾假七天。这个对公务人员来讲是一个好的事情，有利的事情，所以这是部里现在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初步的一个想法，鼓励公务人员多生养子女。现在法律是规定说，公务人员的家庭照顾假是用七天的暑假来计算，超过就扣薪水。不过修法通过了后，生第三胎以上的人通休家庭照顾假七天。也为着幼囝、老职务暂停薪水的这个条件，也要开放给父母双方拢通申请。另外，退休基金提拨费用也通较缓些啦。这拢是为着建立更加友善的工作环境。不过，这敢真正会当顾不着生育率？有时间可以照顾小孩子，会这样比较好啊。不然家里的老人家你也不放心，现在也不放心给外面的人带啦。家庭能力比较缺乏的话，你加生他根本你这些对他都不是。都不适用啊！政府带头希望减轻父母的工作环境的压力，进一步提升生育率。有人感觉袂歹，有人认为要有更加全面的思考。针对这个措施，退休政策推行联盟也真赞同。你要促进生育，或是让年轻的年轻的夫妻愿生敢养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第一个是职场上的友善育儿措施，以及家外也要有充足的公共托育服务。所以，其实全序部目前的规定，我们觉得它还是有它的正当性的。退休政策推行联盟认同传输部，佮强调国家单位就爱先带头，才通促进企业来。军队。另外，为着幼囝老职务暂停薪水的这个条件放零，是为着提醒双方做伙饲囝的权利和责任。传输部这边上紧会伫明年初完成修订这条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刚才讲，早起民进党立委汤慧晶指出讲，即阵中国再三逼近，军事威胁力头加重。结果国防部下底军事院校的教材看来看去，同款拢是充满大中国的思想，实在都要重新检讨，才袂造成咱的军人分袂清是敌是友。啊，国防部这边面也回答讲，会赶紧来了解目前课本内容的详细。中国最近军事威胁增加，民进党立委汤慧晶讲。国防部军事院校的教材，一个课程的内容，也是采用民国66年或者是国家早进行出版的教材，内面拢是中国思想，尤其是通识课程内面的中国现代史等相关的中国教材是更加旧，而且教的时间比台湾历史低几落倍，应该会做检讨，以免国军因为错误的中国洗脑教育失去国族认同。让国防部这边教材要重新检讨。那否则，我们所读的是为中国在读，难怪一退役之后呢，就很快被吸收掉。邓慧晶讲，军事院校的课程内容应该重新检讨编辑，并且尽量减少大中国思想的教材跟内容，以便和中国统战，爱得到时代进步。那无只是跟他编列一个消耗有剩安尼。北大林空军官校校长的张延廷讲。教中国现代史未混乱军人的各族认同，严格同意苏州教授就在对着时代。你要认识我们的敌人中共，他要了解他的历史，了解他的历史，整个历史的发展，他有他的一个脉络出来之后，他的中心思想就成立了。这个对他整个军人人格、军人的武德的培养是有帮助的。张元廷认为，这马军中的教材应该甲台湾、中国甲国际做三等分较宏观。国防部讲，对立委反映讲教材课程需要做调整，会进一步检视讨论，再阁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刚才讲，有台中市的民众指出讲，十一月23，伊骑奥多麦经过文心路，要往北屯，因为车前灯无倒，去予警方砸落来。原来就是只存红灯的倒，结果煞着爱吊扣牌照。伊也批评警方咧执法，敢是打了伤过硬。但台中市的警方也有出面解说详细。原警徛伫呢路上，发现这个骑士大灯无倒，将骑士砸落来。因你无倒，你无倒倒。太野蛮。
派去，你搁敢徛？啊，我来再派伊，我唔知，那都西都都都。其实向警方表示，家己唔知影大顶无多，所以还是徛上路。完成走落来靠近大顶的近光灯故障，只有剩远光灯的功能，唔然必须依法开单，还阁扣留牌照。代志发生伫这个月23号，完成伫台中市文心路往北屯方向，发现这个技术大顶无多，靠近故障依法来开发。不过技术破网，只是执法过当。因为头灯这部分在夜间行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设备。所以我们依法来做举发，以维护用路人的在道路安全的使用。警方表示，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0条，头顶超过汽车的电器，如果若是害其无及时修复，会使处1000-3600的罚款，并扣留牌照，改善了后才会使罚款。如果若是开着远光灯勉强来上路，阁会造成驾驶人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危险。对向远光灯照到会很不舒服。闪开它。就是往跟他再过去骑过去一点。民众民众表示，常常被对向车道的远光灯照到目睭无法度避光的经验，警方提醒，骑过平面道路，袂使轻彩使用远光灯，在山区使用，莫避免干扰到对向的来车，啊，若无，拢会使依法来开罚。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我来讲高雄一个民众刘先生，之前接到南麻溪南屯邮局通知，讲着要换提款卡。结果，伊就请对方先把卡片寄来到离家己徛家较近的邮局，买手煞拢无人通知，就爱去领卡。经过卡电话问服务人员，对方煞讲已经予人领去了。刘先生他嘛批评邮局作业未免太无谨慎。一个简单的换卡甲领卡，刷出现不少误会还有争议。10月7日，高雄的刘先生接到点仔坑拿电邮局换发金融卡的通知，不过因兜住伫个三民区，离得地邮局较近，就请对方甲金融卡寄去得地邮局，可以会当直接去领。想袂到这算是恶梦的开始。南田邮局的回应给我，跟我讲说，我的邮件被家人签收了。我说怎么可能？我住的地方是没有电铃，挂号信的红单白单，我都是要亲自跑到邮局或者是派出所去领。邮局回应讲，这张卡已经有人领，老先生烦恼可能被偷领去，搁较烦恼伊口袋内底的钱会去用偷录卡或者是偷领出来，就是赶紧通报卡拍无去。遐那规个过程当中。拿电邮局的态度是真消极，认为讲因并无做唔对，这是会更加生气。另外，高雄邮局二七早起嘛出面回信的，讲因作业的流程确实有疏失。这个招领邮件又寄回来给德智邮局，那德智邮局是邮局寄邮局，当然挂号一定会收到。那收到以我们电脑里面的记录，那当然就是投递成功。所以南田邮局他没有做很好中间的直接的沟通和查证，所以说他就很轻率的跟客人讲。高雄邮局解释讲，那亲戚朋友要代替伊来领卡，都要提身份证或者是委托书，就算去给其他的人领去，只要无开卡就袂当使用。虽然整个事件是一个误会，不过仅仅是单纯要换金融卡，煞予老先生予伊为10月份等到今，即马还是无卡通好用，嘛予伊感觉讲邮局的作业都要较认真嘞。记者综合报道。搁来关心医疗，讲目前全世界治着失智症的患者超过4700万人，啊，其中有60-70%是 Alzheimer 这款症头。中研院这边近来嘛发觉讲，会造成 Alzheimer 恶化的原因是人体大脑内底两白质。TDP43，未来望讲会当对这找到治疗失智症新的机会。两只有阿兹海默症的鸟鼠啊，在做水培养试验，结果画面正边这只动作明显搁较慢，找无路，这是因为伊的脑中加一项两白质 TDP43。TDP 其实会让 A-beta 停留在一个有毒的寡聚体的状态，空间记忆上面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大概会有多2倍的时间去找到这个记忆的平台。它其实是会恶化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一个病程。中研院团队发现两倍的 TDP43 是让阿兹海默症更加恶化的关键。过去学者认为阿兹海默症起因甲 A-beta 也个透了蛋白的错误堆积、纤维化有关系。这几年来发现，差不多有30%到50%阿兹海默的患者脑中有 TDP43 囤积，这患者会出现更加严重的记忆丧失、甲海马回萎缩，脑中有较侪 A-B 寡聚体。
一半以上的阿兹海默症病人有可能是有 TDP43 这个沉淀物在他的脑里面。 TDP43 它是一个有功能蛋白质，当它错误折叠之后它会跑出来，可能中段的区域、哦、会跟这个 Aβ 有交互作用。目前全球有超过4700万名失智的患者，其中60%-70%拢是阿兹海默症，推估2050年全球患者会超过一亿。在台湾目前差不多19万名患者，平均每80人当中都一个人是失智症。研究团队认为，在了解两者的交互作用机制了后，未来研究方向有希望朝向设计小分子加抗体药物发展，目标是阻挡两者之间的作用。另外，也還能針對歐蝶創的 TDP43 開發專利抗體，協助精準醫療和藥物的開發。記者綜合報導。咱原來講中部濁水溪出海的這片濕地，10年前因為國光石化開發案辦不成，才有通保存下來。結果近來哪像閣有外國公司要來這開發綠色的能源。早起幾人的環保團體就做伙出面，伊也強調講這大大自然的生態真豐富，本地就該為作國家級的濕地，哪通閣再放人來講要開發的？太陽光電滾出濕地，尽速公告国家湿地。环保团体各一届集合，为着濁水溪出海口湿地来清平，真不简单。20年前赶走国光石化开发案，留下一大珍贵的土地，结果10年后各一届拄到开发的威胁。团主有几啊间能源公司要伊只设供电甲风力发电。中华亚教学会指出，若开发会毁掉咱宝地的珍贵生态。我想这是非常错误的选择。潮间带不是荒地，它是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的宝库。环保团体不满，即搭两位前后林总统拜访的潮间带，经过努力的执政，到搭游园还未成功维修成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因为安尼，搁一届搁予业者看到，备受迫害威胁。环团除了呼吁政府唔通搁怠慢，赶紧来完成维修，嘛要求迫害生态外商紧离开。我们不反对绿能，我们是觉得位置错误。有错误的绿能根本就不适合发展，来这边开发的外商滚出去啦！这样子电哈，并不是绿电哈，而是灰电。不过记者会进行到一半时阵，雄雄支持开发，讲是媒体人想要进入问问题，双方爆发激烈的言语冲突。最后一群人在记者会会场外画口号，强调身为中华大城的当地居民，不满环团一直阻挡地方发展的机会。哦，讲啊，伊只绿能的会当来给因租地啊，因哦，一租20年，因有20年的收入啊，安尼唔是足好诶。环团点名被他们家开发的联环公司，总公司拢是同一间，有的案件已经摕到丢失的许可，有的准备要签约租地。环团表示，全台湾有超过70000人发起认购行动，要买下这片珍贵的湿地，希望这个蔡政府唔通大开门户，带头破坏。记者林曾志成台北报道。咱同款来看，中部森林馆种无国甘的湿林，计共有400多架冬。啊，不过因为新历9月、10月雨水较无，已经造成柑仔、碧果、辣果的损害。啊，早起森林馆府也汇集农业改良场这个单位，去到种作无国甘的园里会勘。那断定损害确实超过20%只，就会报行政院农委会办理现金救助了。森林倒落种无国甘的农民，把那个规土块的柑仔捡起来，还有树仔顶的无国甘，嘛真明显有诶已经劈开。当地农民表示，今年无国甘主要是受到9月份至10月份雨落了伤少，前一阵仔搁熊熊落雨，树仔吸收水分伤过无平均，才会造成未掉果，柑仔是那个规土块。你若正常拢有水，伊有通食，伊未一概食遮济。啊！你若拢无水的时阵，伊向阳有水，伊就输去啊！你知无？咱的土，咱的土壤有水分，伊就食去，根食去了后，伊就裂果了。如果跟去年比的话，应该少了大概5-6成以上都有了。系啊，啊！你看土块就知啊。森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森林种无国甘，主要是以倒落还佮有古坑为主，总面积有410公顷。根据初步的了解，即届受到雨水的影响，平均六个月情形超过30%。只是早起，请农委会农业改良场等等相关的单位来会勘，要办理灾情的确认。
我们只要田区有达到20%的灾害以上，我们就可以报天然灾害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改良场还有我们的中区分署、农粮署中区分署了解旱灾的状况。那我们会以果园内植株的一个植株上面的一个流果树来回推成一个单位面积的产量，来比较近五年来的一个平均产量是否有增减的一个状况，来做最后的一个判断。农改长表示，以无国柑这五年的产量来看，一公顷的土地差不多会当生产19,000公斤的柑仔。目前会先去斗六，还有高坑的无国柑园来砍柴。以目前树仔的数量来推估产量，若是损失超过20%，就会当由县府农业处、环保农委会来办理无国柑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咱同款来讲，森林迷了海丰社区家，近来含渔业署合作。当咧教学生囡仔了解饲蛤蟆一挂器具，啊，佮学习安怎样验出海水的咸分，种种上界基本渔业的知识，甚至佮也带学生囡仔亲身收蛤蟆，学讲安怎样落市面去买卖，过程确实是真趣味。一人佮一人的蛤蟆，互人吊起来期待顶，太阳那切，清水那洗。这个画面对森林馆未了向海丰社区的学生囡仔来讲，一点啊都无成分，因为因对地方学习如何饲蛤蟆，头尾已经一档。体验啦，啊，无迄囡仔嘛唔知讲吼，咱是大人，安怎来过苦啊，安怎来养殖只蛤蟆？从一开始就是介绍怎么养文蛤，然后怎么去放养，那到今天我们终于把它采收上来了，那只可能是一般都市的小孩子没办法体验到的。学生囡仔申请做十三日去到鱼温啊内底，进前因已经认捌饲蛤蟆的工具，也有了解如何测量水有偌咸，才会基本用实知识。即马在学生囡仔正经爱落水，家己动手收蛤蟆了。因为人去到鱼温啊内底倒手，有诶伫岸边甲蛤蟆按大细粒分类，落袂手，即学生囡仔搁爱甲收起来蛤蟆，袂互人客。学习伫市场爱安怎买卖？太早了，再来一些。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和其他六年级的同学一起下去帮忙抓文蛤的人，把篮子拖上来，然后再用钓竿把它钓上去。海丰社区甲渔业署合作，提供甲多次学校无同款的教学方式。那希望学生囡仔了解地方的知识，也唔忘在地产业有新的经营模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朱家毕业时用牛奶泡揪出花草，是这几年长时间的一款新技术。啊，今年度的 JBAC 饮品艺术挑战赛内底，昆山科技大学的学生，就伫咧咖啡揪花草一幕，争取到真好的成绩。这项技术中间的奇奇卡卡，咱也做伙来看一个详细。桌顶一杯一杯咖啡，有真水的多样，让人有感染。现代人喜欢喝咖啡，很多人爱招朋友去咖啡厅，哪喝哪开讲。为着要吸引人客，出现这种利用牛奶泡较轻的原理，在每杯咖啡上面画出不同的图样。原本只是一款创意的出头，这几年也慢慢演变作一种新艺术，各界开始办比赛。像今年的 JBAC 饮品艺术挑战赛，昆山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甲厨艺系的学生，就把咖啡机会做的前三名中包落来。要摕到这款好成绩，背后的妹妹角角真多，要付出真侪时间跟耐心。奶泡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如果我们奶泡如果打得太厚，那基本上它做出来图形会糊掉；如果打得太水，那基本上你一在做融合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会被冲破。唔，那牛奶泡爱拍到有够油，世界同样嘛真有学问。除了考验选手的创意，控制到牛奶泡的力头特别重要。因为爱扎加嘟嘟好，线条才有法度好多，因为形体搁较明显，规幅图看起来清气清气才会水。每次拉花的力道就要控制的不能太大，如果力道太大的话，图形会冲破。画线的时候，干奶泡的牵引也要很有耐心，慢慢的来。有心拍铁，铁正尖，金胖无好势。咖啡油画这项艺术，考验学生敢愿意一工一工无休困来练习。慢慢练选手的耐心，着急要完成着无好作品，因为有这阵选手一直咧突破家己的技术，和这项新艺术拿来拿兴。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刷到南来讲，屏东县来义乡一个雕刻艺术家曾泰杰，当年来拢专心投入台湾族的雕刻这项工作，啊，即阵伊阁建设一间部落文化故事馆，啊，设计游览的行程，望讲尽量吸引愈侪民众来遮体会来义乡台湾族原住民文化的特色。雕刻艺术家曾泰杰伫工作室无闲在创作。原住民早期的文化大多数拢无文字记录，就对祖先留落来雕刻或者是文物当中探索永过的社会风化。为了保留台湾文化传统的雕刻技艺，本地对画图就真有兴趣的曾泰杰，专心研究雕刻，搁去做部落文化故事馆，亲身设计到南兴埕，让民众体验雕刻。一日游的轻旅行来讲吼，由我本身亲自做导览，由我们乡公所来，我会用接游客的方式，啊，然后带他们，经沿路，比方说人工湖啊，或者是那个二凤进，啊，然后来这个部落，当然我下面有一个艺术墙，我会用艺术墙来做导览，甚至到我工作室。讲到台湾族的艺术创作，主要是要凸显台湾社会阶层制度当中贵族尊贵的地位。干那贵族的石房厝有雕刻古德湖含琉璃珠，也台湾族的雕刻有影出色，多样有路，技巧复杂。对来讲，雕刻是情感的表达，也是族群的意志。百步蛇含人和尚是官威，是公营。就是甜蜜的负担。雕刻艺术家曾泰杰专工安排观光行程，亲身导览台湾族的历史文化。游客唔来，当欣赏来异乡的风光，搁通走入去部落文化故事馆，体会台湾族如何跨台山川地土，世间万物。屏东县政府也有那个文化处也有安排行程来我这边，他们都说很好，所以我凭着这一点，我就想要把这边的文化。让所有的人来看到，一方面是我的目的，也就是把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曾泰杰强调，会利用台湾族珍贵的价值安排观光行程，除了吸引游客来到来义乡行踏，上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汇集愈多在地艺术家伫来义乡发展，同齐打造丰富多元的艺术旅游，传承台湾族人的理念和部落的文化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屏东原来讲牡丹乡的大梅社区，经过农村再造计划支持，采用砖头家己所种的菜色，结合原住民特色煮食的方式，望要让所有来到地方游赏光景的民众，拢会当食到真艺术、独家才有的手露菜。百家贵都顶旁供奉的香豆麻、吉纳夫、特制烹调的香瓜，这是牡丹大梅社区的原住民料理。一个家己做来种的火奶糕，予人看了嘴软一滴滴。那这个其他我们从小吃到大，所以这个家乡味。对，我们这个食材几乎都是我们这边大美之一之种植，吃起来那风味特别好吃。这里那个风味餐啊，是这里在地的阿姨妈妈所煮出来的。像刚才我吃的那个山猪肉，它是先用烤的，所以说吃起来口感外面很粗。很酥脆，然后吃起来里面汁都蹦出来这样子。这些食材大部分拢是来自大梅农业教育园区。社区的理事长讲，这几年透过政府相关单位的协助，把社区内休耕的农地恢复耕作，希望会当发展社区产业，提升观光价值。我们需要生活的话，就是要有产业嘛，产业才可以养活我们这些年轻人。所以我一直看好说。这里农地复苏吼，对未来对这个大环境，政府在推动的农业青农，也是很跟得上这个趋势的潮流这样，所以就投入在这里，也可以把自己的作物提供出来，这就是一方面可以带动我们的一些产业。牡丹大梅社区因为农村再生计划的辅导，慢慢转型。靠着社区特别的地理环境，积极发展生态旅游，透过各种的行销管道，希望能邀请民众走入大梅，体验原住民社区的传统技艺，吃原住民原味的风味料理，也能走山林古道，欣赏屏东特有的山水风景。记者综合报道。咱原来看嘉义县文化基金会头一摆用戏剧，甲社区、甲学校合作会。经过两个多月搬戏的课程，教地方的顶辈士大和国校的学生囡仔同齐登台演出，也望通让下代啊搁较了解砖头发展的历史故事。
娘。搞到外徛来台顶搬戏，社区的时代甲学校的囡仔做伙演的戏，予台下的观众大概是看甲笑嗨嗨。正是演出了前几天，这也是大特别牺牲中昼休困甲做事的时间，陪囡仔做伙排练。带咱兜无小朋友真济啊，吼！啊，你若来带遮吼，啊，有小朋友安尼，大家安尼做伙安尼，蹦蹦跳跳，安尼感觉讲足趣味的。嘉义县中埔乡石人社区的是大表示，戏剧演出让因原地逐工无闲做事的生活，增加新的变化。囡仔下课回来，嘛较有开讲的话题。虽然感觉袂歹，但是想到爱表演给大家看，实在是真紧张。先讲讲虽然的故事，先讲阮家出什么得顺啥安尼啊，拢讲出来啊，所以今日就要表演的呢啊。有听过阿公阿妈讲这些故事吗？没有，是因为那个接触这个要演这个戏才知道的。这出戏总共有30个人共同演出，甲大家演戏的老师都表示。伊拢无受过演戏的专业训练，所以因的故事、表情，别人嘛拢无法度模仿。这些故事都是从他们自身里面去发想，然后从课程里面慢慢引导他们练习说他自己的故事。那其实这次戏剧下乡是我们第一次首度尝试，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戏剧带到这个社区跟学校，教导他们一些肢体语言，然后让这个偏乡的小孩跟长辈，他们可以一起共演一出戏。为了协助社区发展家己的文化，嘉义县文化基金会推出艺术路向的计划，用社区在地生长的基地做卡本，是大甲囡仔做伙演戏。唔，那是大有机会分享因的故事，囡仔嘛，通好更加了解在地过去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讲，咱的台湾话，但是已经影响生活中华语所流行的元素，像讲澳波啦、撇波啦这款话，就是台湾话所带动产生。甚至也流传对其他有在运用华语的国家去，这些特殊的用词源头到底对倒位来？咱都来听中央研究院学者甲咱讲详细。生活中的撇步，选举有人出拗步，这些拢是咱生活当中常出现的语词。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萧素英针对香港、澳门、中国、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这五个国家的报纸做研究，发现撇步甲拗步这两个语词的讲法，其实是为台湾来的。以这个澳博跟撇步来讲，澳博的今麦的使用哈，都是啊个人看得出来是基本上都是咱台湾的影响，因为都是啊个用这个引号啦哈，也是后边个括号这个说明。萧素英整理2014年到2020年报纸的资料，发现香港、澳门跟马来西亚拢有使用澳博这个词，而且大部分拢是用在选举的新闻。另外，像走路这个词，其实也是受到台语的影响。走路在华语，现在人说跑路嘛，啊，跑路其实在华语里面，本来它的意思就是很正常，很正常的就是像跑步啊，在路车路上头，就真的这款的。但是把它当作是说，要去逃亡啦，还是说，去人的迄个笑吼，迄微笑也是啥话吼，这种用法就是受到咱台语的这个走路的影响。这篇文章是萧素英教授的研究资料重新整理了后发表的，背后的团队是中研院创立的科学知识网站。这篇文章平均要用1-2个月的时间来做，因希望把真深的学术论文用轻松的方式给民众来理解。那我们从这个生活经验出发，然后再把老师的研究，然后我们会把它拆解成不同的，可能有一些是图像的方式，有一些是解说的方式，然后有一些是可能老师的转述。那透过这些不同的叙述方式，然后重新把它整理一篇可能是很好被理解的报道。对萧素英教授的研究资料，会当看出台语对现代华语其实有部分的影响。人讲食做就袂顿，食讲就会顺。萧素英教授嘛讲，除了使用流行语，伫咧生活当中嘛爱接讲，对这个语言的保存还佫有推广，才真正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气象专家指出讲，因为透东北风，过来这礼拜北部会较凉冷，啊，目前较食风这边桃园以北，佮有东部地区会去落着雨，尤其北海岸、北部山区含东北部，雨水也会较高。那新竹以南就较好天。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20度到25度；
台中彰化分林南投嘉义二三度甲二九度。台南高雄屏东二四度甲三十度。宜兰花莲台东二一度甲二七度。金门马祖澎湖十八度到二七度，感谢你收看《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播三点，咱再会，多谢你。Thank you.